有美魔女天花板之称的周慧敏，一个月之前在家的露台发现了三只鹦鹉，还跟他们改名，分别是小白、小官和小葵。早前他再上载照片，还有位新客人到访，周慧敏表示又要帮他改个新名了。不少网民就指之后会越来越多，证明家气场非常好。果然改完新名做小乐没几耐，就变成七只鹦鹉到访。原来飞到他家的鹦鹉大有来头，是小葵花凤头鹦鹉，属于一级保育类，是极度濒危物种，甚至比大熊猫更为珍贵和稀有，全球的数量只有大约2000只。